你一变成圣人，你的儿女从小都是看父母的，哎，都是向父母学习的，上行下效。这中国的教育啊，这个"教"字，"教"字的本意就是上行下效，啊，所以谚语所讲的嘛，"上梁不正下梁歪"嘛。啊，你做父母做得不像，你的儿子会比你加倍快。你说这个多重要，啊，他不是跟你学的一模一样，哎，学的加劲。